哥近日出席电视剧发布会，不过工作室都未发出任何穿搭精修照，只发了活动侧拍照，就引起粉丝不满留言。胡歌现在出席活动都不拍摄出发图吗？工作室有人吗？都吃干饭吗？对此胡歌就罕见回应该则留言，是我不想拍，请不要骂人，解释了工作室不发照片的原因。然而不少粉丝依旧在他的留言底下指责，没骂人啊，这是问工作室还有没有人，你也理解一下粉丝想看图的心情吧。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力挺胡歌，吃干饭不算骂人吗？挺侮辱人的啊，胡歌维护自己的员工也没错，粉丝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胡歌的行为太帅气了。Bye.